这个是我的家，这一栋都是你们家啊，这个是属于私房喽，私房，哦，这个我们属于私房。我看你这楼上楼下加起来100多个平方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多少个平方啊？啊？多少个平方？这个你是50个平方，50个平方，我那边还有了，那边还有，嗯，那边多大？40几栋，大的。哦，那更大，啊，那拿了几套房子？那拿什么房子啊？三套吧，弟兄三个分了还不够，房子还买不起，你还拿几套房子？你说说看，哦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哎，那你们弟兄三套怎么分呢？啊？怎么分啊？都拿钱了呀？都拿钱啊？啊，那这你是说这两块地方一起？啊，一起总共能拿多少钱？拿了1000多，1000零里啊。1000零一点，1060几万，总共多少面积呢？啊，总共多少面积？总共我这个他妈违章有160几个了。违章有160几个？哎，他都给我说违章的160几个。哪里违章了？那这个房子也说完就违章，那个也是。这个房子我看不是正常建的吗？哎，这边正常建，他说我不是85年建的，他是说哎，不是八五年建的，不是85年建的，就是违章。哎，他是85年以前的，85年以前的算违章。算不算违章？不算违章。哎，85年以后的算违章。为什么呢？依据是什么呢？依据你这个是55的呀，55主义造的呀，没经过国家批准呀。哦，那没有经过批准，按理来说这就是违章呀。应该早就会进行一个处理，为什么拖到现在？哎，要拆迁了我也不知道呀。才这样说呢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呀，他们反正国家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那就是说，意思是说。这一栋其实是没有给你算，是吧？哎，这一栋就没跟我算，就算违章，就是50个平方，算5万块钱，1000块一个平方，嗯，对吧？嗯，这个你说我们那个时候，房子你们又不给，以前照理说我们这是2000年就要拆迁了，嗯，对，对吧？嗯，陈良宇在的时候，我们要是陈良宇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早就欠拆掉了，嗯，对吧？嗯，那么我小孩我结婚他有房了，嗯，现在这样的没有房，我们自己造啊，嗯，造了又给小孩结婚啊，哦，嗯，对吧？给小孩结婚，现在好了，造了小孩结婚了，结了婚到现在房子也拿不到了，嗯，拿了这点钱，我们造老两口，没有2手房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说小孩怎么办？这个房子是几几年造的？我这个房子，我的老房啊，是解放前就有的。我说这个房子，这个是零三年造的，也就是说您的孩子是在这里结婚的。哎，在这里结婚的，这个喜字，哦，是，对吧？那如果这里不算的话，那也就是说。你们就只能是算49弄那边的，不算也是这的。嗯，我这哦，您这也，那我这都是我的呀。哦，这前面也是是吧？哎，这个前面是我，啊，前面的面积是算的是吧？哎，这个前面的是我老房。哦，前面是老房，就是后面这个加建的不算。啊。哦。他就是后面呢，他就是说呢，造了3楼，他也不算。哦，3楼也没给算。啊。知道吧？我们这个里面，我们的老祖宗那个时候，就是这两间，这一间是我老祖宗在的时候，嗯，这一间是我去申请的，哦，啊，哦，对吧？他们我们你说我，不，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这里面的，哦，这个小间，那。哦，我是在这个里面结婚的，哦，后来呢，就是这个里面呢，因为我家里人口多啊，多了以后呢嘛，就在这吃饭了。哦，后来又招了这一间，在79年的时候又招了这一间，哦，这一间呢，我是申经过杨浦区房管局啊，批执照造的，嗯，造了给我老二结婚的，嗯嗯，知道吧？嗯嗯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就是说到现在就苦啊，真苦啊，